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二日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75岁以上的老大人开始注第二剂莫德纳，高中生嘛开始注 BNT 预防针。五八堂今仔9点开始拔扫围墙，登记八种的犹太墙，因为上侪人要抢，造成网络大塞车，袂顶袂当。中国现代集团债务危机造成全球股市拢大落，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就大落，盘中上侪落超过400多点。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伫新北市，国内境外病例冒一个人死亡。今仔75岁以上的老大人开始注第二剂莫德纳，高中生嘛开始伫学校注 BNT 的预防针。来听指挥中心的下播上最新的说明。今天本土的案例有1例，境外一路有6例，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跟幼儿园群聚无关，但是也在新北的另外一个地区的一个国小学童按16157，他的接触者就是他的家人，他目前的 CT 值是 27.8， 这个大概我们后续会再做抗体来确认，现在目前猜测应该比较偏向还是说是跟先前的这个家庭群聚是同样都是属于旧案。那桃园是有一位男学生在注射后那有晕倒的状况，不过在学校里面就已经做了妥适的这个处理。苗栗县有位女学生有一些病史，但有一些她没有接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抽搐的状况，不过这个部分已经先就会同的当地的这个小儿科神经内科的部分，小儿神经内科来做适度的追踪跟处理。再来看台北市，今天开始帮7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二档的莫德纳疫苗。医师是提醒第二档除了注射的所在会肿会痛，有的人胃寒会增加正亚酸哦，副作用冇可能会比头一剂如何厉害。医师嘛建议讲，时大爱选伫天气较凉凉的时间来注射，有慢性病嘛爱先甲医师来参详。诊所伫个门口靠通风的所在，伊也是排规排，要保持防疫的社交距离。后来要注疫苗的这伙人会当温习嘛休困。台北市的老大人为拜三开始会当注第二档的莫德纳疫苗，真侪人是透早就来等。我第一剂是7月2号，已经超过10周了嘛。我现在今天9月23号啊。那个时间已经拉到太长了吧？对呀、啊。所以还是会担心哈，打这一针之后还是没有放心的感觉。对对对。指挥中心表示，这期符合注射资格的民众，是伫7月初到进前注过第一档莫德纳75岁以上的老大人。不过因为第二档的反应会比注头一档要搁较明显，万不然若持续发烧超过48点钟，或者是有严重过敏的反应，都要赶紧去医生看。目前咱国内疫苗送到位的情形还是无稳定。美国宣布为11月份开始，入境美国的外国旅客，除了要附一回程机进行3天阴性的报告以外，嘛要提供有注过2剂新冠疫苗的证明。遐人外界嘛关心讲，做咱国国产高端疫苗，美国敢会批准入境咧？高端的数据，以目前现有的数据，可能还不行。那必须要一个3期的数据才比较，我想美国才比较有机会了。那大概美国的会要求的标准应该就是你要跟 AG 一样好或比它更好、哦、所以大概保护率要接近70%。另外世界各国小连续评估要注第三档来对抗变种病毒，医师分析台湾在今年年底可能只会当完成把高风险的对象注2档，寒人若到病毒的活性会变强，胃团的速度也会变紧，民众防疫是绝对不能放任。记者综合报道。BNT 疫苗今仔开始哦，伫学校帮学生囡仔注射。桃园的台中高中哦，伫早起8点20分就开始注。台北市长郭文德早起嘛去玉成高中来了解注预防针的情况，嘛提醒学生哦，有3天的疫苗假会当请，也唔过哦，市长讲嘛袂，唔是讲一定爱请假。全台湾的学校开始注 BNT 疫苗，桃园市大亨高中早起8点20开始注 BNT 疫苗。学生市一中加做全国头一个注 BNT 疫苗的学生，伊提供是感觉真紧张。有没有
想过是全国第一针啊？没有，所以很惊讶。嗯，惊讶了哦。那打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就很安心吧。我们学校有1503位学生，那表达有意愿施打的是1427位，另外有67位是没有要施打，另外有9位是自行预约。透早汤市长戴文灿就去大亨高中视察学生注射的情形。伊讲桃园12岁至17岁各种高中生注射的专案，伫学校注射有95%，免疫注射是2%。嘛讲到 BNT 疫苗是安全佮有效，是咱国目前几个牌子内底有开放青少年注射的，希望安尼会当提悬咱国疫苗的注射率。一共是有133000人，那目前接种意愿桃园市是全国第一名。高达了97%。台北市长郭文德透早嘛去玉成高中视察学校内底做 BNT 疫苗的情形，过程当中还佫提醒学生，做完疫苗了后会当请假3天，不过无一定爱请假，看个人的情形。郭文德嘛注意到 BNT 疫苗的管仔顶管是写简体字，不过附的说明书顶管写的是繁体字，是感觉真奇怪。你让每一包每一个一个 一次装几支出来？我们是装24。24次，同学是12，所以一次打两排再回去补货。台南关庙国中300学生下晡要做 BNT 疫苗，校长尤秀荣首先有寄一张批给学生的家长，提醒学生做疫苗的注意事项。家长嘛讲，虽然烦恼讲会有副作用，不过为着囡仔的健康，做疫苗是保护家己，也是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苏贞昌甲相关部会首长早起伫立法院报告武汉肺炎疫苗等议题。苏贞昌表示，按算伫十月初，头一剂疫苗的注射率应该得当到60%，十月底会有70%，到时阵第二剂嘛有将近30%咯。另外，美国宣布讲11月初特别要求国外旅客入境的时要有注射两剂疫苗的证明。也毋过苏贞昌是讲，这项规定是针对本地入境都有限制国家，无包括咱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从官员去立法院报告新冠疫苗相关议题。苏贞昌讲，国内头一剂疫苗的注射率按算10月初会当达到60%，10月底就有70%，到时阵第二剂买当挖近30%。有立委就要求要公布第二剂注射率规划时间表。委员在讲，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哈，那确实是很困难，因为跟进货的时间也有关系。不过目前的目标是以 BNT 来打这个第一剂。BNT 可是 BNT 也是民间捐赠哎，啊 ，BNT 是民间捐赠的，都是疫苗啊，不会说就是捐赠就要给人民用的、啊。好，这是战略。就是 A 剂跟莫德纳，现在主要打第二剂。执政党的立委嘛建议政府要严格客户的内容跟民众的期待，公布疫苗当时的进口偌济，但是中时表示讲，安尼可能会让其他国家抢货。疫苗导致的焦虑，只有透过预期预告来降低预期心理的焦虑。好，这个物件曝光后，大家目睭金金，吼，爱来想要来抢。而且之所以说为什么原厂都一再强调说唔通讲唔通讲，讲是增加因的困扰。另外，美国宣布11月初会要求国外旅客入境的时阵要交完整的疫苗注射证明，引起各界烦恼，咱台湾的民众可能会受到影响。苏贞昌就强调，美国针对的是进行限制33个国家，台湾不伫咧名单内底。美国对于相关的规定是对已经要有限制的国家，不是台湾。但是中认为讲，考虑到人权甲大家人注射意愿，未来世界应该是袂用感冒注疫苗来限制出入境。另外，伊嘛讲到，主管单位已经开始在跟其他国家直接疫苗所谓注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五八更今仔开放白素围更，也毋过官方网站一早就提醒，有袂少民众就认为讲白素围更是真麻烦，无固步阁捂袂好，规气领实体更较里边。另外，农友更、阁解放更等其他八种的更，嘛无共款的领更办法，咱做伙来了解。头早9点起会到，民众要点开白素围五八更的官方网站，电脑画面煞是啥拢无，安怎点都无反应。行政院振兴五倍券有无？我把它按下去啊，按到招这啊。真无简单，才入去网站，民众要点开白色微五倍券的选项，刷钥匙走袂行。市大赶紧找李长来斗三工做登记。我一台手机啊，点开半波，刷钥匙无法度。网络一定都是大宕机啊，这个应该用想的就知道了。身份证后几码的人吼、就在今天，然后下一个人就是在明天。安尼的话，大家唔都不会做一届入去。
振兴五百元特别起价了，今仔日开放白色围观，民众除了想要抢国银行的优惠名额，也烧钱要登记八大部会的振兴优惠券。不过网络算是大塞车，未少民众认为登记的程序伤过复杂，时代要操作是真无方便。你就较紧啦，对啦。Okay. 我们里长是万能的了。独居老人啊，什么之类，他都要去问他里长什么之类怎么登录什么。其实里长还蛮辛苦的。毛兵将军围攻，甲把所谓五百元比起来，要是使用纸本券较单纯，而且各部会的振兴优惠券虽然嘛开放登记啊，不过领券的方式煞拢无同款，对民众来讲嘛是一个考验。目前我还搞不太清楚他那个，对啊，实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就是。不会比较少用在这个数位的东西呀、啊，年纪大的人。五百元开放登记的第一天，官方网站就大塞车，再加上相关的程序，让民众要是感觉太过复杂。有不少本地计划要白色围观的时段，决定要改领纸本券。记者综合报道。早起九点，五百元的网站哦，因为上侪人要抢优待，造成网络塞车，未顶未当，也出现错误的信息，后来才恢复正常。到早起十点半为止，有超过161万人次上官方的网站。中秋连假结束了后，上班的头一天，五百元开放登记甲数位白丁，八大部会加码券嘛开放登记。早起九点一个开放，进行五百元的网络平台，就规个大塞车，袂顶袂当。唔是页面无法度显示，就是出现空白或者是错误乱码信息。实际测试为输入资料到完成白丁登记，差不多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地方政府各种商家都加倍加码，我们这一次也特别为五倍券也做出种种方便的设施，让五倍券更好使用。欢迎大家多依自己的喜欢、喜好、习惯选择数位券或纸本券。所谓白丁会当利用信用卡、电子票证甲行动支付，有一寡银行的优惠较侪，网站透早就大塞车，还佫提供电话服务来协助白丁。若是要替厝内人共同白丁伫个共一张信用卡，手头佫无涂卡机，会当利用健保快药通的 App， 输入健保卡 OTP 认证码，就会当共同白丁，还佫会当登记八大部会加码券。早起十点半为止，开放登记才点半钟尔，官方网站登记的人次就超过161万人。完成数位白丁的有33万多人，今年新增改的共同白丁也有69000多人完成。只要完成数位白丁，免抽卡就可以拿到500块的好习惯，含量400万分。请大家不用那么急，因为有高达400万份，应该都抢得到。进行五百元二日开放数位白丁，还有八大部会加码券抽卡登记。台北市也推出1135000份的上好券要来抢商机，上好券免白丁五百元，而且也无限制户口徛伫个倒，住伫个啥物县市，只要有下载台北通的 App 的民众，拢会当做线顶抽卡的登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影响到市场的信心，也影响到全球的股市。台湾股市哦，因为前两天中秋放假，股市无开盘，今仔日开盘嘛对大落，盘中上侪是到422点，落破17000的关卡。电子、金融、传产股拢落。中秋连假了后的头一个上班日，台北股市规片是青顺顺，因为受到中国恒大债务危机的影响，全国股市最近的表现是真无稳定，嘛，让台股出现暴落的行情。开出了后，盘中北大落421.68点，那破17000的关卡失守半年线。虽然九点半了后，落的幅度减到300多点，不过目前大盘的走势是起起落落，真无稳定。放假这段期间，你看到美股和亚股的部分，大家都跌了2%之上。那今天应该是补跌，但是整体看起来，第一个哦，跌停的加速是有限的。我大概看到3到4档，代表整个的杀盘力道没有那么重。分析师表示，早盘包括电子、金融、传统产业是拢无外好，亲像台积电、联电的股价是拢落超过2%。台积电的上价是583块、67块。钢铁指标股的中钢也大落4%。分析师认为讲，未来只要美股有够稳定，台股在半年线附近应该就保会掉。不过，中国恒大集团的风波一直到今还消未退，连美股都受到牵连，这嘛引起各界关心讲，因接下来变化，反而讲因敢会变作另外一个瑞曼兄弟。美国呢，它尊重市场机制的一个情况，危机发生，
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说一般市场呢，就会提前反应跟布局。可是中国的部分就是说，它不会让恒大呢，变成一个类似像这种雷曼的情况，就是说它可能会接管恒大这个问题。那大陆的债权人当会紧张，然后开始紧缩，那整个债券市场或者债权的市场就会产生问题。那这个一产生问题，涉及到所有的银行贷款给这些企业，可能资金不容易收得回来。那整个这个市场如果崩溃的话，会变成整个中国大陆的金融危机。学者表示，恒大集团唔但有擘大房地产市场，也佫会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产生连锁效应，甚至牵连其他的企业，有可能受到借款人借款索案。所以，中国政府的态度就真重要。若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佮房地产市场出问题，恐惊会拖累世界金融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昨举行，咱国友邦比如总统毛发言声援台湾，讲到台湾在疫情期间哦，展现领导的风范，斗三共比如是真多。比如总统嘛，呼吁联合国接受台湾，和台湾人民有发声的机会。第76届联大总辩论自一开始，台湾友邦毕刘总统惠淑仁亲身出席，第一摆伫联大总辩论发言，一开始就先感谢国际朋友伫疫情期间协助毕刘提供疫苗、防护装备等，点名台湾、美国、日本甲澳洲，佮特别强调台湾进展的防疫成果。We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s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response against COVID-19.Not only have they demonstrated consistent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pandemic within their borders, but their leadership has also extended to Palau. 也讲到特别旅游专案，互相欢迎，配合医疗加教育合作，重视经济往来加其他国际旅行的好处。国强烈爱护台湾参加联合国体系，最后以必留的刺尾鱼做比如，呼吁世界各国为全人类安全共同打拼，和台湾发声。Taiwan is a valuable contributor to our collective efforts and strongly advocate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Taiwan's 23.5 million people must also be given a voice. As our UN Charter states, we the peoples.惠淑仁13分钟的演讲，用真侪时间拢在声援台湾，也是真少见的友邦一开始就为台湾讲话。瓜地马拉、马绍尔群岛、洪都拉斯三个友邦是拜登自己由总统代表讲话。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有真侪国家的领导人拢有去纽约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对抗疫情。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话是讲甲真重哦。伊认为好几个国家占多数的疫苗，得的分数无及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强调讲，会拍拼伫年底进程提供21剂预防针。今年一届联合国大会伫纽约举行，各国头人接受发言，大部分拢也是咧讲安怎对抗疫情。秘书长古提瑞斯确认全世界新冠疫苗分配无公平，这国家的到底分数是拢无及格。A majority of the wealthier world vaccinated.Over 90% of Africans still waiting for the first dose. This is a moral indictment of the state of our world. It is an obscenity. We pass the science test, but we are getting an F in ethic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讯发言强调，中国会拍拼伫年底进程，提供世界20亿剂的新冠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Apoiamos a vacinação, contudo, o nosso governo tem se posicionado contrário ao passaporte sanitário.ou a qualquer obrigação relacionada à vacina.
南韩总统文在寅决心挂入朝鲜半岛的和平，呼吁正式宣布韩战结束。伊朗新总统来希先录好影片，表达希望美国解除制裁，也愿意重新展开核子对话。联合国大会场外也无平静，真侪团体趁这个机会表达政治诉求，有的是抗议伊朗总统的政治迫害，有的是抗议巴西总统的原住民政策。若阿富汗因为政治的政权和塔利班引导。不过，今后的政权拢想要代表政府发言。塔利班已经写批向联合国表达出席大会的意愿。不过，联合国也未决定何一边来做代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德国一个加油站，一个才20岁的员工哦，因为劝人客爱挂嘴暗，所以人客呛杀死亡，互当地民众对治安真未放心。另外，澳洲的墨尔本已经封城7礼拜，再加上强制民众注疫苗，民众真不满上街头抗议，也发生暴力冲突，有44个人被警方抓起来，也有记者在现场连续受伤。德国西部城市伊达尔奥伯斯泰因，这个加油站外过去几天来，刷咧有民众扎花蕊甲垃圾，来甲一个头起的清单，就不幸身亡20岁员工致哀。Einfach nur traurig, so junge Menschen, nur wegen so einer Maske abzuschießen, finde ich traurig。18天，一个49岁查甫人走入去加油站的超商买米露，不过无照防疫规定挂嘴安。一个少年的员工叫伊着爱遵守规定。这个查甫离开点外钟了后，伊着挂嘴安返来加油站，并且伫个结账时阵，甲嘴安摕落来，因两个人讲无几句话，刷落去，雄雄甲这个枪杀起来，对员工的头壳甲弹落去。第2天，嫌疑犯自首，警方嘛当咧调查这个枪击的来源，初步了解嫌疑犯因为第一时间去防要求讲爱挂嘴安，而且伊物件买无成，煞来形象开枪。也表示讲，伊拒绝挂嘴安这个防疫的规定。Man kann es eigentlich gar nicht in Worte fassen, was hier für ein tragisches Schicksal passiert ist. 26德国国会大选三个候选人对这个案件表示真惊吓。特朗普贝尔伯克甚至警告讲，反疫苗的反防疫运动愈来愈激，而且暴力有愈来愈极端的趋势，嘛来正做疫情时代下所产生的新社会问题。澳洲墨尔本的街头示威是有记者去予人讲到。Crowd is certainly getting bigger, and they're very passionate. I've just been struck in the back of a head by a can. That really hurt. I've been grabbed around the neck today. I've had urine tipped on me. 墨尔本所属的维多利亚省为着遏止德尔塔病毒升腾，封锁来到第7礼拜。其中有几落个群组感染，甲工地有牵连。21这场暴动，墨尔本有几落大工地熊熊关起来，被关2礼拜。官员表示讲，这是无遵守防疫规定，甲暴力抗议的处置。前一天，也就是21天，有100多个建筑工人因不满当局这么硬性的规定，在墨尔本市中心抗议，还佫拍破办公室的窗仔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起来看，美国卖予咱台湾66台的 F-16V 战机哦，按算2026年会全部交机。也毋过，立法院的法制局最新的报告指出，讲空军的飞行员长期拢无够。前空军的副司令张恩廷就认为讲，官校的体制必须要改革，应该培养上优秀的人来做飞官。另外，国防部向立法院争取24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部长邱国正今仔是强调，国军备战未休战。国军向美国买66架 F-16V 战机，会伫2026年全部交机。国产的永兵高教机明年也开始交机。煞出现飞行员无够问题，立法院法制局上新的报告指出，空军的座舱比，也就是无人机座舱甲飞行员的比例，长期偏低。根据统计，国军 F-16 战机。座舱比单座机只有1.33，双座机也只有2.5，无够正常的标准。飞机单座机的话，要2个飞行员，空军官校的招生的状况并不是那么理想，而且它的积分数很低，只有20.5，是三军官校里面最差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有学习障碍，到空军官校来学习飞行，他一定淘汰率是非常的高。国防部也提供相关的咨询给我们，所以目前了解起来，台湾的战机或者是军机的座舱比，人数跟战机不是问题。飞行员招募是一个大问题。张建廷表示，除了小组化，少年人近视较侪，官校体制也是一大问题。空军录取分数是3军上低，真歹培养合格飞官。
另外，要如何留住优秀人才，已强调太久升迁、勤务压力，拢要做出改变。另外，国防部向立法院争取2400亿军购特别预算，部长邱国正积极指出，国军备战无休战。每一次特别预算编列的话，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嘛，尤其我们一般民众来讲的话，他们也有知的这个权益。不过，国防部的讲法引用外国媒体表示，台海是地球上上危险的所在，引起讨论。邱国正回应，外国媒体只是参考之一，国防部拢会做情报判断、研判敌情、来来源。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研究拢发现，讲武汉肺炎的病人，就算医好，除了肺部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哦，还有50多种的后遗症。台大病院宣布讲，最近会成立武汉肺炎整合照顾特别门诊哦，要提供跨科别专业医疗，望讲会当来帮助病人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国内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16000多人，虽然大部分已经康复出院，但过部分重症患者因为插管扩张、严重感染这问题，出院了后依然饱受后遗症的拖磨。比如讲，快行的时阵会喘气真吃力，较会喘，食袂落饭，讲话有出现障碍等，话连生活自理拢真困难，尤其是高龄的老大人。很多病人在这 COVID-19 虽然病毒清除之后，还留下很多这种呼吸上面的副作用。除此之外，因为长期的卧床跟长期的重症。住在加护病房里面等等等，也造成这种体力的丧失啊。为协助当前患者康复，台大病院结合福建部团队照护，提供物理治疗加语言治疗等，佮依照患者的心肺功能，客制化设计训练课程。目前住院六位当前患者当中，有5个接受福建治疗，经过2礼拜到4礼拜密集训练，成效未歹。这些个案后来鼻胃管、流质尿管都顺利的拔除了哈，那所有病人都恢复到可以行走。那有2位需要轻度扶持，而且但是呢，他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巴氏量表平均的进步分数可以高达45分哦。医疗团队表示，新冠肺炎患者康复了后，除了肺部功能衰退以外，这些少少拢有50多种后遗症。所以最近台大病院要成立新冠肺炎整合照护特别门诊。整合各科别专业医疗，帮助所有确诊的康复者，应赶紧回归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极端气候造成真侪天灾，台湾有一名少年人哦，嘛响应水电上路同贝里发起的全球气候罢课，呼吁政府爱重视气候变迁的问题。因早起嘛去总统府顶前，要求政府回应因提出的7大诉求。手提飘椅，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的成员甲青年代表要求政府要重视气候变迁的问题。就算即卖疫情真严重，疫情佫加上气候变迁带来真侪考验。面对极端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天然灾害，即卖一直刷咧发生，这是无人通闪会开的。7大诉求，还我地球，还我地球。即个少年的时刷因提飘椅，行到总统府交陈情书。因提出面对气候变迁的7大诉求，包含完成温管法的修法，提出2050零净碳的路径图，适当的当执行的碳定价法案，重视调适政策，并且强调讲气候的危机，这是无疫苗通来应付的。气候危机其实没有疫苗，那我们能做的其实是更仰赖社会整体的沟通还有协调。台湾青年呼应和水电小路东北里发起全球气候罢课。举行青年抗乱大游行的毕业典礼抗疫中，25号搁要伫个台北市的西门町来上场。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台东县传出讲有10多个游客伫路边巷吧巷到饭店哦，煞去被一台汽车撞到，两边的人是冤家相拍，造成4个人受伤。警方调查发现讲，其实这亲像是一件感情纠纷造成的。在东关避难乡地下村一栋民宿大厅，巷外现场因为一群人在受拍，巷外物件落到柜涂骹，还有2人受重伤，被救护车送去病院。日前透早12点外，警方接到报案，在避难乡地下村一栋民宿传出一群青少年在受拍。警方派出30多名快打部队去处理，现场差不多有10多名青少年。因向警方表示，迄时阵在巷外，向有一台轿车冲入来，先弄伤2名
青少年，随后车顶两人落车，双方就相拍，其中航班两名青少年还被扑伤。警方初步调查是开车民众，甲这群青少年当中的一名少女甲十个朋友发生感情纠纷，双方讲不下就发生冲突。期间，罗女的刘姓前男友来电，向罗女索讨先前交往的生活花费，遭现任男友拒绝。刘男于是找来黄姓等友人，分别驾驶自小客车前往理论。警方表示，这事件有四个人受伤，好在无生命危险。目前依相关刑法规定侦办。不过，中秋连续假期，政府已经禁止在公共场所行吧，民宿也属于公共场所。警方依照违反防疫相关规定，送车台东县卫生局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是指大同甲信义路口，昨早起八点外，有一台车停伫机车大转区，因为这大转的所在开始有淡薄仔亲像停车格，有可能是误会哦。新北市交通队毛泽解说，咱做回来了解。最近一部车大小银色修路车停伫个街内，就是找到停车格，想袂到煞是被人拖掉，阁罚钱。驾驶才发现，误将机车大转区当作是路边停车格。停车格没有这么小啊，有开车的人应该就知道吧？看你是要带转格吧？怎么停车格怎么可能会设在这？车辆违规停车发生在一早起八点外，新北市大同信义路口，警察到场确认违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600-1000元，搁认定妨害行车通行，通知相关单位拖掉。啊，不过这个大转区无画在这路口，地面也无大转区的标识，如何区分引起讨论。一般路口10公尺，我们不会设有停车格，而该路口也有设有机车待转区的标志。警方强调，路口转弯的所在10公尺未设停车格，以修路车为例，想要停入机车待转区，也能发现非常勉强。新北交通局是回应，就伫个 T 字路口，较会予民众误会，所以地面才特别加注待转区的字样。记者综合报道。昨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哦，花莲山区落大雨，结果秀林乡的沙坡洞溪溪水涨起来，有山游客无法度落山。消防人员透明抢救，昨暗11点哦，总算把人带落山了。在关键救出受困在沙坡洞溪水头流雨水墙三人，花莲县消防局派12个紧急消防服务中上山找水，不过天色真暗，加上山区雨势真大，溪水不断增加不少救援上的困难。好，我们现在目前搜救的进度到达瀑布的地方，现在要讨论要怎么过这个瀑布。当时入山搜救的时候，山区正下着滂沱大雨，水势湍流，许多地方都是必须靠着徒手渡溪。救援人员到位了后，三人状况稳定，暗过有人失温，身躯装备酒、手机啊、水、食物件，甲简单的防护的鞋啊。救援队人员马上提供救援衫、甲头盔、照明设备，全落山。状况都还好吗？人都安全，人都安全了哈。对，没注意到今天会下那么大的雨。对啊，积水暴涨，突然就过不了。刚刚打水了 ，OK。身体都还好吧？还好，还好哈。人都没有受伤了哈？没有，没有。警方表示，目前要进入秀林乡最高地面申请入山，所以这三个人并无违规。三个人是高中同学，利用放假最后一天到田吹佚佗，想袂到伫山区拄着大雨才受困，造成行动到暗时11点才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四天的中秋连假，高雄有医师就接到10多个物件卡在脑后的病人，大部分都是红包去予得签还是鱼翅寄到。有一个35岁查某人是因为予红包女儿的门去卡在脑后顶头，人是真无爽快哦。医师提醒大家欢喜红包的时阵，要特别细腻。这位女性左边的很多线插着一支黑色的灯毛，夹出了发现讲是4公分长的青阿毛。这位女性是一届中秋连假专家行吧，出去和行吧出上的青阿毛卡在哪后。竹签啊，或者是我们讲的烤肉刷，甚至在食材选用方面，并没有那么注意，是不是要选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些食物，而造成异物梗的状况。本身食材它可能已经造成一个受伤了，这时候你再去碰它，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医生表示，这四天连假，加拿大后卡着物件来，给医生看到十几个，大部分拢是的确嘛，免洗的这款物件。那准这款物件品质歹，容易得毛裂穿，民众吞了后会卡着牙后，特别是囡仔，嘴腔的黏度性较大，容易卡着物件。买那种土托鱼啊、鲑鱼、鳕鱼那种比较没有那么多刺的那种鱼，对，然后就先帮他挑起来，会一直跟他强调说，如果你有刺到硬硬的东西，你一定要吐出来。家长也讲，予囡仔食食拢爱经过，也教囡仔食着定定物件一定爱配出来。医生建议物件卡伫那后会当啉水解决，无到改善就爱赶紧予医生看，千万唔免硬要吐或者是用手去咬，恐惊会造成定定的物件插伫那后更加深，甚至伤着动脉，引起致命性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台塑大团队跟日本九州大学合作，最近研发出新型高效能的发光记忆体哦。和手机会使同齐用电子佮光海的方式来传输，一个研究嘛，牵伫国际期刊顶头，未来会当应用伫资讯加密、网络通信，和资料会当传达佮取得愈快速。即卖应用物联网甲人工智慧，现在对资讯处理的需求愈来愈大，佮希望传输的速度紧、大记忆容量、低功能耗损。台塑大光电工程研究所甲日本九州大学所组成的研究团队，今年七月伫有名国际期刊《自然通信》发表新型高效能发光记忆体，有希望未来伫半导体产业当中实现佮较侪数据存储模式。我们本来是希望用电去读，它是零跟一的状态传统的 RAIN 哦，那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只要透过你用光的颜色，你就可以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去辨别我现在的状态是一的是零跟一哦，光它可以传递的比较快。然后它甚至可以在不需要介质，它就可以去传递哦。目前普遍的数据存储关键都是快闪记忆体，主要在一般资料储存。新世代发光记忆体透过金属老化物钙太空材料，和数据同时以电子加工合传输，因透过发光方式写入或者是删除数据，实现高速运算的需求。师大的团队呢，就发现了可以运用这个钙太矿的量子点。做成这件事情，这是一件还蛮重大这个突破，因为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元件，你希望把它结合起来，但它现在用单一钙钛矿、单一材料的量子点就能达到这件事情，所以未来会有很大的应用。透过光记忆体元件，研究团队希望在未来能应用在更加侪所在，包含资讯加密存储、网际网络通信、加多元存储等技术。记者综合报道。职业篮球 T1 联盟今年成立，前国手之之美军哦，是前头一年的会长，早起嘛去伫欢迎拜访副院长，嘛是中职会长蔡其昌来讨论外国教练甲选手入境的问题。提出代表职业篮球 T1 联盟第一年的21号球衫，送予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T1 联盟的头一任会长陈美冠专工来拜访，想要了解海外选手入境应该注意啥货。包含申请，从国外的申请到我们这边入台，甚至说整个未来有没有可能有观众，这些等等的都是我们要请益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陈美冠23特别带咱的篮球队前往约旦，准备参加9月27开始的亚洲杯查某篮球赛。因为10月初回来国内，就要检疫14天甲7天的自主管理，惊会影响到外籍教练甲选手入境，才会赶紧来请教。因那蔡其昌是讲，包括入境甲工作的签证，伊拢会来协助，而且家己来沟通，效率应该会较提升。这个 T1 开赛在即啦，所以其实时间已经非常的赶了。如果不赶快这一两周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的话，这个会开天窗啊，洋将会进来会有问题。因为海外选手5月中以后会当出境，未当入境。中华职棒提出的专案申请，总算伫咧18，和指挥中心审查通过。蔡其昌强调，外国人到台湾防疫标准也是同款，所以 T1 若是照中华职棒的模式，以专案提报通过时间应该嘛会较紧。记者综合报道。这届东京拍完，台湾的选手有袂歹的成绩，其中三位选手邓小文、林祖谷、甲陈亮达，因长期拢伫高雄医学院复健甲训训练哦。今仔嘛登去亲像后头厝的高一来分享因的心情，伊嘛鼓励新长者应该行出门，到户外运动，提升体能甲生活品质。有嘞。
除了所配合福建的动作化口令，就是要甲下骹肌筋肉力头较无够的拍运选手林祖武做训练。拍运的选手因为身体有无共程度的障碍，都要经过长期福建甲训练，才有法度达到甲一般选手同款的表现。即届东京拍运的选手林祖武、陈良达，甲摕到乒乓铜牌的邓晓文，因比赛进程拢在高雄医学院做福建甲训练。我自己在下半身这部分是真的很缺乏，所以在刚才体能治疗师还有家庭医师的就是安排跟规划下，就是会比较着重在下半身的训练上面。推下来很糟糕，就其实就后来就觉得说要再加强啊，然后做一些让提高自己心肺上面的一些功能。林祖武甲陈晓文两个乒乓的选手，拢是正手有无共程度的障碍。即个因两个摕到袂歹的成绩，贡献之一是高雄医学院福建科的医师李嘉玲。伊嘛捌是拍乒乓的校队，即嘛可以伫协助选手复健的时阵，比一般人佫较了解运动伤害对选手造成的影响。更能够知道说这些桌球选手，他可能比较容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受伤之后要回去训练的时候，哪边可能会更出力，可能更容易再次受伤，那就更能够提供这些选手们建议。受罪选手陈良达因为体能状况袂歹，所以无需要复健治疗。因为长期的训练，嘛会即个比赛成绩是真出色。伊嘛想要透过伊家己的咧，予大家了解讲，身障人士甲一般人并无虾米无共款。嘛希望鼓舞身障者拢会当积极运动，除了加强体能，嘛会当提升生活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两冬办一届的台湾国际听众电影节，今年嘛已经第五届了。因为疫情影响，今年是线顶来举行，会伫十月初二、初三来举办哦。希望透过影像，予大家进一步来了解听众者的世界。那我们相信手语呢也是一样的语言，它一方面呢可以传递基本的功能，把文字用得非常的美好，那手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聋人电影节不只是拍摄社会议题，甚至呢我们可以让聋人朋友投入用文学的方式来创造议题。恭喜台湾国际聋人电影节迈入第五届，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华民国聋人协会以及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们，因为有你们持续的付出努力，台湾的文化平权才能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主办单位表示，哦，这届影展会有英国、美国、日本、佮台湾等所在的八出电影，对教育、文化等高的角度来讨论手机的文化，望讲会当好过来民众进一步来了解听众朋友的世界。来看婚礼的西雷李伦伦贝家小安客家庄哦，有一款真特别，提花白顺庄头的中秋传统哦。虽然今年因为疫情缩小规模，照常举办，望讲会使透过祈福，让疫情会当赶紧过去。旧历八月十五号中秋暝，每个人手中拢揢着花白银安金，向正式行一段路，要将平安的光明送到每一户客家。为着婚礼西雷李伦伦贝顶小安客家庄。过去为着要抵御盗匪，社区拢会组巡守队，伫暗时骑着花白来过境。每一到夜晚，来看到安尼，怎么火人眼见来攀你文化的传统的节庆哈，我相信因为有安尼这位客，来带领安尼台湾的本土的传统的文化哈。洪华表示，今年虽然因为疫情取消了境。但水蛮头社区缩小规模举办展览会迎安景，就是要让民众了解过去孙庄、河庄互助保卫的过程，希望用安尼百年精神延续落去。展览会迎安景已经是有历史的这背景甲意义，透过这哈展览会迎安景哦，把咱真侪乡亲啊这个互助的精神哈啊可以继续的这个传承下去。今年都是疫情的关系哦，啊所以。咱个配合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吼，指示吼，所以今年就无游客增。主办头社区表示，十几年前为着要延续这项传统文化，中秋暝拢会举办灯会、迎安景，唔来当凝聚社区的意识，卖当照根文明的客家文化。今年嘛，希望借由灯会、迎安景，向民众平安送到厝，让疫情赶紧来平息。记者吴林报道。来看屏东有一个今年78岁的时代，伊收藏古董有40多年的时间咯，毛上百件的收藏，伊家家己的厝林变作是一间世间的博物馆咯，望讲会当甲大家分享伊心爱的宝贝。
这个是哪里哦？正欢喜咧，等于手头这个机卡的物件，你应得正爱收藏古董。灰啊、地果，甚至是石头、插头，只要是有够旧的物件，伊拢爱。百外件的古董，甚至把厝内变作一间小小的博物馆。我收集这个呢，到现在我四十几年了、平时都是有看到了都捡，自己合适的就把它捡回来，不管是石头也好，认为这个是可以收藏的，都把它拿回来啊。把它整理干净，退休以后呢，也是一个玩乐的地方。除了真爱收藏，李英德嘛定定甲古董借人展览。伊讲好的物件，就是应该分享给大家知影。放在那个社区活动中心，我们社区活动中心，如果要看来我也会接受了。未来李英德想要提供这个古董给社区做艺文空间，唔来当含更加侪人分享。也让大家来到屏东的东海社区实施这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西港的永乐里有一间间开一家子的干妈店，生意现在是越来越歹做，一日有当时也是赚无上百块。也不过头家讲哦，会继续开，让村民方便。一个老大人临时想要买啥，唔免一抓路，佮走去市区，就算赚无钱，嘛是佮会继续开。这间六十几年的干妈店，展现地方生活的模样，也是了解当地上好的故事馆。在这农村较早的时阵，交通啥物货拢无像现在发达，啊，做一个啊，方便买较，那像讲较免得去走要西港家里安尼卖一寡啊日常用品啦。头家讲，因为这带附近无超商，附近的居民若是有买日常用品的需求，大部分拢会来这。头家也讲，开这间店就是要给大家方便，无想过要赚钱。买物件拢讲，我店现在倒啊啦，赶紧啦，买一罐油啦，买一罐盐啦，吼，啊，迄就是重点，就是方便啊。啊，无你走要家里西港，就店都烧去啊。干么店即马生意利润足薄的啦。这间店除了给民众买物件，也加做村民佮老大人开讲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几年哦是真紧张，也不过双方的商业合作嘛是阁继续，无啥受到影响。已经筹备二十档的北京环球影城伫九月二十正式开幕了，门票哦是真歹抢。经过二十年的准备和疫情延迟，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总算伫个九月二十中秋连续假期正式开幕。真侪电影主题精彩表现，迎接来宾虽然落雨，游客依然真多。我们都是漫威啊这些电影的粉丝，特别想体验一下。他也特别喜欢哈利波特。过山车，那个里边是过山车吗？那个有过山车，有霸天虎过山车，但好像你玩不了。北京环球影城是全球规模上大的环球影城，也是全球第五个、亚洲第三个环球主题乐园，也是唯一有功夫鸟形主题区的所在。其他有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公园、小小兵等七个人气主题区，虽然票价分四种，合新台票为1800起跳，按过开播甲十一长假期间，为新台票2700的票价起跳，加上横区内底消费价小较悬，引起网友批评。新时代民族主义的底者声音，按过开播迄一天，门票伫个线顶几分钟就卖了了，影城大酒店客房也伫半点钟内都有订了了。中华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得去接受。中华自己的文化得到一个好的传承，西方的文化自己是一个学习的。虽然中美关系这几年都不好，一直在贸易和科技战，中美合作重组七个七成的北京环球影城开幕，营造两个民间商业合作不受影响。根据官方统计，九月二十正式开幕了后，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会吸引1200万名游客，年收入会超过100亿人民币，带动北京 GDP 增加0.28%。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南非的乌卡企鹅是特别绝种的保育类的动物，结果在顶礼拜五有63只企鹅熊熊死在海沙堡。调查发现，讲凶手是螃蟹，这些企鹅是去被螃蟹叮着才死去。一只企鹅海来海去，伫个沙堡海岸边耍水，看起来真古锥。这是南非当地特别的乌卡企鹅，是用被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也毋过这个月17日，所有累计63只的乌卡企鹅，伫个卡普顿郊外塞门丁博德海堡死去。
Our first suspicion was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a predator that had gone into the colony, but there was no signs of predation. And then the other worry that we had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some disease outbreak because we currently do have avian influenza in some of the wild birds. 不要对动物大量死亡，和开普敦市政府、加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处、南非海花鸟类保护基金会马上展开调查，把死去的企鹅送去检验，而且把生物的样本做疾病和毒素的测试。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企鹅和当地特别的海蛤蜱蜂攻击，造成企鹅集体获定死。Our research and our veterinarians on site here who did all the postmortems, they started to discover that the birds had bee stings in their kind of, they have these patches over their eyes where they don't have feathers. 这些死亡的企鹅被蜜蜂攻击，其中一只身躯各有27个定着的痕迹。研究人员回去海埔找找，嘛证实海埔有真侪死去的蜜蜂。离除了这当地十九在开普敦的希林海埔，嘛有企鹅被蜜蜂叮伤死亡。目前，非洲野生蜜蜂研究所已经对海埔附近的企鹅提出要求，希望居民停止在花园内底饲蜂，避免增加容易绝种的动物伤亡。公司新闻的是董炳益。下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高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公司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